大家好，今天分享家常鱼饼的做法。一碗面粉，加适量酵母、适量小苏打、适量泡打粉、一勺白糖、一勺食用油，然后搅拌均匀，再用花椒水和面，调成面絮，然后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，盖上盖子醒发两倍大。醒发好的面都是蜂窝状，然后移到案板上揉面排气，再分成大小相等的小面剂，然后团圆，上面刷一层油，盖上保鲜膜，再松弛十分钟。再像视频中的手法，中间掏出一个洞，油温六成热下锅炸，炸至飘起上色，翻炸另一面，炸至两面金黄酥脆，捞出控油。好吃的家常鱼饼就做好了，喜欢的朋友收藏试做哟。